妈，我考了100分。嗯，知道了，快点去刷马桶吧。妈妈，我考了60分。哎呀，60分，我的乖女儿真棒，及格了。来来来，这些好吃的都奖励给你。为什么妈妈要这么对我？是不是没有人喜欢我？善良的白雪，你看这么多的小粉丝都在说喜欢你，给你加油呢。其实那个人不是你的亲生妈妈，你的亲生妈妈被困在了这里面，只要你闯关成功就可以见到你妈妈了。真的吗？那我现在就